今天我查看罪犯目录的时候，竟然发现多了几个犯人，一个光头，还有两个戴眼镜的，还有一个刺客。赶紧去牢里看一看，快看，就是他们几个。把游戏更新到最新版本。这时我们发现桌子上多了一把剪刀，点击剪刀就会解锁首席刺客案。根据画出的照片，我们就能抓到刺客567。再点开绝密案件，破解第一个案子。根据画出的照片，我们抓住了光头哥。还有另外两个，据说都是你们的老熟人，赶紧去看看是谁吧。